哎呦，殿下，我好好看看你嘛。好，那便许你多看上几眼。吃亏的事情我才不干，我任安乐明明手握三万水师，活得逍遥又自在的，要不是因为喜欢上你这个太子，不至于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京城来吗？别喝别喝，哎呀你别喝吧，我啊，今日你是我，我知你聪明过人，所以对你有高一头你的期待。一大早来凌霄楼，到底为了等谁？为了等你呀、啊，太子殿下。殿下是真的关心我，不然为何到现在都没有动手、啊哎、太子殿下，不如陛下就让我们立刻成亲，我们三年抱俩。荒唐，你就封你的美人当当如何？小女不愿，就让我与太子殿下干柴烈火共度一宵。他说的是真的。安乐，吓我一跳！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呢，给我不给，这都是我与太子殿下有染的证据，岂能还给你？我挺怕人上摸头的，你下怎么不摸？摸头倒是没有，戒指有一把，要吗？